指甲怎么拔？你们又动了，杀鸡啦！圣诞节快乐！真的，哦、真的呢，真的呢哈！我过圣诞节，在台北见。今天要帮我们表演杀鸡的是最年轻的，最年轻的六 P 辣妹，帮我们杀鸡。看了肚子就饿了，嗯，还要戴专业的手套哈。社工不戴手套，应该是给人家戴手套。无菌观念，无菌观念。对，可是很烫呢、欸，你 OK 吗？烫吗？很烫，不要忍耐嘞！你要叫出来啊！绑起来，绳子。为什么要把它绑起来？怕它跑掉啊！他犯了什么罪？给它绑起来，给它固定啦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厉害哎！你有受过训练啊？有，我们家杀鸡的。早说嘛！没有，你有副业啊？你看他都知道不准的地方哎、欸，哇塞，真的哦，这个应该很值得看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的，好的。他有压力呢。你会有压力吗？还会摆盘呢。我没有拍你的脸，没关系嘛。摆盘啊。很烫吗？不会啊，不盖 OK 啊，摆得很漂亮哦、啊啊这个。等一下，那个拔完之后要全部都揪揪的、哦，味道会更美味。啊，是这样子哦。嗯，你们不知道哈、哦？不知道。本来已经想要给他吃青菜什么之类的，原来在。爱个球球啊！嘿，爱个球球的，很可爱。他把绳子丢回去，掉了。你还在高跟啊？来给你，很专业呢。你可以站起来弄啊！对啊，站起来靠我拉拉。等一下，帮这个鸡按摩一下，马杀鸡，然后给它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只球球的哦，更 juicy。他可能才会那个、嗯，他会把那个汁都吸附在里面，你浓我浓。如果在家里，我有时候回去的时候，就是会做这样，弄个红烧鸡肉，然后青菜这样，然后一个看起来好美味哈、哦。你很认真，你真的好棒哦。水果盘还有饮料，你要怎么拔了？把鸡大卸八块。吃饱了。肉拔下来就好了、啊、骨头不用，骨头你们不吃吧，哈哈哈哈，生下以后拿那个骨头生了，骨头我另外要问他那个价钱，他给我弄好，因为他要帮我输那个，我去拿骨头，大概要弄多少，我看你这个很有经验，对啊，很漂亮，哎、欸欸、你好棒哦，第一次就给了他们，啊，骨头我放在这，啊，你们把这个给捏捏，那个味道就会进去，又不一样的味道，不一样的鸡。好了，你放那边，好，自己那个。这样就可以，骨头留着就可以。我帮你。留一点肉没关系，等一下可以炖。这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没有啊，这那个要把。捏捏的啊。对呀，没有，先把肉拿掉。啊。肉拿掉，啊，然后等一下再捏捏的给它按摩，那个很好出，然后拌一拌。你要吗？看你们要不要吃啊，如果不要就把它放下去烤。你要九九六个按摩鸡头要，鸡头不要，鸡头不要，鸡头留着，它还会再生一只鸡。可以可以，让它我要节俭一点。不错呀，这个可以拿去煮汤。对。给他分一点，肯定的。你会听母语吗？会。很棒，可以再碎一点，再吃小小。对，这样比较入味。你们求卤料这样更好吃。给他马杀鸡，外国人就是这样子，对。没有，要翻有，对。哦，对，哇。这样就很美味哦！哇，你这样可以招待客人了嘞！好棒棒哦！要开动喽！哦耶！哦，这样就很美味了，真的很好吃。OK， 太棒了！那天就越来越来，然后就是从开始走，然后就在三四，后来。
OK， 好，这里好棒棒。